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三恩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8年前的黑科技凯撒6672？首先，如果你喜欢黑科技，请帮影片点个赞，还不一定可以考虑订阅、打开铃铛。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呢，凯撒66黑科技到底有没有变得更加成熟？看来对面也是挺黑科技的。而这套玩法呢，有更加的一些优化，爆发更高。我们把恶魔觉醒还有瞬移改成了死亡诅咒跟斩杀。 这样子呢，很明显的优势就是一套爆发更高，还有对线的时候呢，更容易打爆对方。不过这场如果你有注意到，一开始呢，对面就跟我们打了个招呼了，我们也没有上电视。你看，打招呼呢，到底要不要跟他回应，我们也不知道。礼貌做法的应该是要的，不过通常呢，跟你打招呼的意思就是我要针对你的另外一种说法。你看这莉莉安来的多情，也不知道来了下路多少次了。 不过呢，目前我们没有太多的火花。而这场呢，我们走的是凯撒66。既然主题是凯撒66呢，我们先说说它的优点。哦，现在处理一下这个猴子。猴子呢搭配这波冰山，还是把我们的塔点掉了。最后呢，跟猴子1换1还掉了个塔，有点亏。凯撒6672呢还是有一些优势的，比如呢，我们出的是新版的极寒之护，以前还没有。有了极寒之护呢，我们有更坦更痛。 有可刷新的对段位移，有无敌，而且呢也有战士的体质，没有坦克那么硬是绝对的。不过呢，我们跟战士会差不多的坦度，不至于呢被点到就直接爆炸，直接蒸发。再来呢，伤害其实是很高的，只是呢伤害有难度。目前7月的绝大部分伤害呢都来自一技能的一拉一回，也就是一技能的尾段命中敌方目标很重要。这也变得它难度呢比以前更高了点，但是呢。 正是因为难度高，所以也变得更好玩。以前呢，只要伸过去无脑开刀，无脑一套秒杀。现在的话呢，只要想办法把一技能伤害打好打满。有个比较容易的连招呢，就是1、2、3，就这么简单。一技能命中之后呢，2过去，然后普攻3或者直接3。3招的用意呢，是要让我们连着敌方，让一技能的回来伤害命中。其实现在呢，很靠一技能吃饭了。 一技能的命中率尤其重要，就像艾莉的飞镖。如果你会玩艾莉的话呢，你的企鹅可能也会玩得不错。主要就是利用我们的刷新机制了，有很高的伤害。像这边法兰中了，我们刷新一轮，就算有敌方爱丽丝的护盾呢，还是可以一套秒的。这是死亡诅咒跟斩杀的厉害之处。当然呢，我们回想一下之前的玩法，恶魔觉醒跟瞬移还是很好玩。 有恶魔觉醒跟瞬移呢，基本上我们真的是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。关于出装呢，我们建议可以直接这样出。不过呢，在买出恶魔微笑之后，可以先买一个小面具，再上极寒，这样子呢伤害会比较够。关于最后一件装备呢，如果你不要出生命法杖的话，也可以改成凝霜宝珠。最后一件装备我们很常出凝霜宝珠，或者神圣法典，或者复合角。 不过呢，很多时候生命法杖会更好用，毕竟我们大招已经有无敌了嘛，那我们就可以省下一个凝霜的位置。这方面的大招呢，最好就是不要随便用了，你一用敌方一叫位移，那就废掉了。更多时候呢，大招是用来躲敌方的关键招，或者用来单挑，或者反杀之类的，比较不会是我们杀人的手段了。 如果要抓英雄的话呢，还是要靠一技能尾巴命中这2技能。关于772打野还是凯撒66呢？打野的772其实还是很强的，没有 T1， 可是呢有应该 T1.5。这边地方力量加了凝霜，也加了瞬移，让他全部招都交光了，那就要倒下了，把他带走。 OK， 我们的比数6比9，敌方还是占优势，而我们的刚刚发育刚要起来。这边呢，我们小地图已经看到猴子了，并不是我们开图啊。猴子心想，这772该不会是开图吧？然后直接开大招。我们狂按大招呢，会比悟空快。悟空的技能呢，普攻再怎么快，还是有个飞行时间。他的棍子要敲到我们呢，要飞过来，那瞬间呢就够我们开大了。毕竟我们大招是瞬间。 就是772凯撒66的众多好处了，有战士的体质，有位移，有无敌，而且呢也有还不错的高爆发。至少呢，你一套1、2、3斩杀秒掉后排脆皮是绰绰有余的。如果呢你技能够秀，能够一技能都命中，不停的刷新你的恶系呢，连坦克都可以收掉，甚至可以把对方全员划掉。这也是为什么呢我们出装会出恶魔、极寒还有生命法杖，我们需要这个坦度，让我们持续的滑起来。 刚我们看过那种打野怪呢，我们避免买打野刀，爆发还是很高的，主要还是来自于1、2连招了。所以说呢，一技能的命中非常的重要。这边呢，我们收了敌方力量2，应该不要往前的。如果不往前呢，可以省下一个人头，不用死。有时候呢，可以打更谨慎。哇，这边一套连招非常的暴力了，我们差点残，差点爆掉。不过呢，最后用大招成功反杀他们的射手，再拉开。 这个爆发伤害还是很可以的。入门所受的呢，主要伤害还是来自于1、2、3的。3呢，很多时候像凡人没办法躲呢，那就可以打好他们，不要随便开大招就是了。比如呢，如果你能够预判到敌方冲进来的时候，等一下开大。 像刚刚呢，我们单纯为了逃命，为了活命啊，所以必须开的。其实也是可以分推的，分推速度也很快，而且还挺安全。这时候呢，如果有人来单抓我们，基本上呢谁都不怕了。就算连凯撒路常见的弗洛伦夜叉都可以打。如果你有兴趣呢，可以回看上一部影片，就是打的夜叉。 OK， 这波敌方莉莉安呢，很想抓我们呀，他也加过技能，最后打消，那超级赚。这波多打少呢，我们可以吃凯撒，稍微蹲一蹲，抓到个老二。那他开个0双宝珠哦，不过呢，我们的一技能往敌方的法恩丢，再让我们预判老二够强。不过呢，他并没有够强啊，最后让他剩1滴血跑掉。 这边呢要注意敌方猴子的位置 ，OK， 注意到猴子来中了，赶紧过来吃凯撒。这时候我很需要朝云跟勇过来，有他们在吃凯撒才开。那这边要注意哦，最后一刀再进去翻个1技能，最后一个2技能接3。主要是我们有看到猴子哦，就算没看到呢，也预判得到猴子要过来。 这边呢，敌方下波水饺了，然后抓到敌方罗的空档呢，直接上去给他秒掉，不要给他反应时间。抓罗的空档就是他刚交过2技能的时候。不过如果会玩的罗呢，会232的话，我们就要爆掉了。但是刚刚并没有其他目标，所以他应该不会使用232。那最后呢，就摧毁珠宝，游戏结束。以上呢是我带来凯撒路黑科技7.2。 著名是黑科技呢，那它就不是什么特别强势的珍贵玩法，选出来呢是有风险的。不过呢，想告诉大家是呢，它是可行的，而且呢，这也是来自于民间的玩法。如果呢你有什么黑科技玩法，欢迎跟我们一起分享了。那最后我是3N， 感谢你收看，喜欢片请按赞、订阅、打铃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